还不错。但是会一直被撞烂啊，就很容易会摔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个中间一定会有，一定会耗损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就、欸、不错不错。哦，明白。嘻嘻，我看你的背那个技术真好。真的啊。哇，你老公算半年了，足厉害啊呢。嗯，无啦，他干嘛反应较紧？讲真叫，当然啦，要看人啦，不一定大家拢安尼。出去咯。这么厉害哈！
冻了鸟没有办法吃。冷冻鸟。还要去把它吃。太嗨了。那跟喂猪比。